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近日，戚薇在采访中自曝家中收藏的香水价值不菲，有些高到已经不能用钱来衡量了。而这样的炫富也引起网友热议。戚薇坦言，如果真的要估计价格的话，那北京的一套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随后他还特意补充说，要是别墅，惊呆一众网友。据悉，戚薇酷爱收藏香水，在一次综艺节目上，戚薇不仅向大家展示了她满满当当一冰箱的香水，其中有的价值仅次于82年的拉菲。在这档节目中，明星会给大家分享自己平常冰箱里放置的东西，大多数都是食物和饮料。等到戚薇这期带来的却是满满的香水。何炅随便拿起一瓶看看，戚薇在旁边默默提醒，这瓶已经60多年了，算是香水界的古董了。吓得何老师赶紧放下，连说了三声对不起。戚薇直言，总要有点爱好，收藏香水就是他喜欢的事情，这些在他的藏品中只占1/10，更表示自己家中有几瓶珍藏版，价值不可估量，直接能在北京抵一套房。有勤快的网友按着节目中展示的香水一个个查价格，最后得出整个冰箱的香水大约价值30万，而且还会增值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带走啊老板。